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总理抵达瑞士，参加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泰国国家银行强调利息决策已正确。2025年泰国双年展普及取得主办权，政府采取的免签措施已取得成效，下半年将会更加明显。能源部、财政部和工业部联合修法，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总理日前已抵达瑞士，在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已抵达瑞士，在旅游胜地达沃斯出席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随同总理出访的高层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班比、交通部长苏里亚以及民营企业家。除了参加这个年会之外，总理也将会见世界级的大企业家，吸引他们前来泰国投资，特别是泰国南部的路桥计划。达沃斯论坛及世界经济论坛是以研究和探讨世界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为宗旨的非官方国际性机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论坛因为每年年会在达沃斯召开，所以称之为达沃斯论坛。国家银行指出，所做出的政策性利率决策已正确。针对社会上日前抨击国家银行对政策性利率升得太高的问题，国家银行15日正式发声严正，表达与政府不同调。国家银行副行长比迪指出，泰国政策性利率 2.5% 并不高，与全球标准相比，并从长期和短期衡量反而偏低。国家银行本月底将再次针对利率及国家经济基本面进行重新评估，但以往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针对利率水平的决策并没有失误，暗示不会受到政府的压力而动摇。比迪表示，有人质疑认为经济成长率与通货膨胀率并不符合国家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预测，是否说明该委员会决策失误？实际上并没有失误，货币政策委员会已充分考量到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例如新政府不能够按期的分发数字钱包提振经济的情况，以及其他的经济变数情况，最新的利息水平均能够良好的应对这些变动因素，而且货币政策本身并不能够指导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他说，货币政策委员会将于本月底召开新一轮会议，并在2月7日公布是否调升或者调降利率的决定，将按照以往的决策步调，认真地评估当前及未来的经济基本面，衡量各项结构性因素，
包括评估已经改变的国际形势。本次会议将是正常的会议，因为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异常的变化。他强调，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工作主旨是维持国家金融及货币基本面保持稳定和中性状态，以利于国家长期的发展需求，适度吸引资金流入，以维持经济稳定。2025年泰国双年展，普吉已取得主办权。普吉府管理机构、普吉市政府、泰国国际展览会以及节庆促进贸易协会联合宣布，普吉被选为主办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2025普吉泰国双年展。这是一个国际当代艺术博览会，现场将设有4个主展区和61个分展区，旨在吸引超过500万名游客，创造400亿铢收入，支持普吉成为世界艺术文化旅游胜地。根据普吉府府尹索彭透露，文化部当代艺术和文化办公室2025年第4届泰国双年展主办城市甄选结果已正式公布，决定由普吉府继北部的清莱府之后，于2025年主办这个活动，为期5个月。普吉府有着独特的地理环境，人们生活在多元化的环境中，有着完美独特的地方艺术文化，从森林到矿产再到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级的旅游城市，拥有优越的国际关系，所以被选中。普吉政府代表主办城市已准备好支持本次活动的主要策略计划，带领人们共同肩负欢迎游客、当好东道主的使命。普吉府行政管理机构主席雷瓦补充说，普吉府行政管理机构制定了2025年泰国双年展的资源总体规划和决策指南，为城市和社区制定可持续旅游经济政策的策略计划。组织活动后，普吉在未来可以创造附加价值，壮大旅游城市经济服务业，提升品质水准以及普吉整个社区的福祉，为安德曼和南部10个周边府治做榜样，促使全国社会对创造旅游经济保持警惕。艺术和文化产业有助于理解艺术和文化的价值，有助于丰富艺术和文化教育的过程。同期间，普吉市长萨罗表示，在社会方面促进了社区发展、知识交流、技术创新，并在未来发展国际当代艺术网络和组织。在国际方面将加强和发展良好的关系，无论是在公共、私人、民间、社会或者艺术家层面，都是在东南亚展示世界级国际艺术的重要里程碑。活动将涵盖泰国艺术家以及外国艺术家的展览，其中泰国艺术家来自所有4个部域，包括了北部、中部、东北部、南部以及安德曼群岛的艺术家。外国艺术家将作为母国的代表，通过各国驻普吉领事馆统一由府治协调，让有意的国际艺术家开放展馆进行展出。政府实行的免签证措施已见成效，下半年将会更加明显。据官方、民营部门以及一般民众的谈话中显示，泰国的旅游业在经过了免签证措施的实施之后已见到成效。对此，泰国民航局对2024年航空业恢复正常有信心，预计旅客数量将会激增到1.62亿人次。中国、印度市场将呈繁荣景象。航空公司协会评估免签政策推动游客规划行程，下半年会看到更加明显的成效。交通部长苏里亚表示，
他为泰国民航局制定了一项政策，以管理从四月开始的夏季航班时刻表。对于泰国的所有机场，特别是在素万隆蓬国际机场、兰曼国际机场、清迈国际机场和普吉国际机场，为航空公司提供支援，初步评估预计航班时刻较去年同期增长30%-40%。泰国民航局必须在高峰时段合理管理航班时刻，以便能够分配到其他时间。交通部已指派他们与 AOT 泰国机场管理公司以及各航空公司进行讨论，因为如果可以分配航班时刻来增加航班量，这将对更多游客和乘客产生积极影响。交通部方面评估，目前航空业形势将持续复苏，并已接近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正常状态。这可以从购买航空公司机票的需求增加就可以看出，并非只有泰国航空公司，全球性航空公司也是如此。但制造商目前仍然无法生产足够的产品来满足需求，预计未来几年该行业的飞机数量将会增加，最终航空业将恢复先前的扩张状态。能源部、工业部、财政部联合修法，鼓励企业使用清洁能源。据报道，能源部、财政部和工业部联合修改屋顶太阳能法，以让工业和企业能够使用清洁能源，并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府副发言人乐高女士透露，政府部门正在推行一项政策，通过规划需求和智能能源供应来调整国家的能源使用结构，促进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使用，以符合经济和环境持续发展的方针。在这方面，能源部制定向政府部门推广屋顶太阳能供电以减轻预算负担的计划。该计划是让屋顶太阳能供电公司或者私营企业提供商作为投资者，向政府单位安装屋顶太阳能发电系统，并以低于电价15%的价格向政府单位出售所生产的电力，售电周期为15-20年。工业部方面开展修订和完善屋顶太阳能法，允许屋顶太阳能发电无需纳入申请许可证工厂范围。目前正在对该法案进行修订过程中，预计今年内生效。至于财政部准备制定政府机构能源管理措施，促进和鼓励屋顶太阳能发电投入不超过20万伏。发电量10000瓦的住家太阳能发电，并在住家群体中进行推广，以便实现每年使用家庭太阳能发电的家庭达到9万户，从而起到减少加入该计划家庭的用电量。推广清洁能源可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实现泰国碳中和目标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随着太阳能电力需求的快速增长，不仅可以降低安装成本，还可以推动绿色企业的发展，降低能源成本，并推动清洁能源的使用。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您的收听。